二天，后面这边是那个紫喵。开始今天的活动吧。叶黄素，对呀、啊，你要帮我扫一下 FB， 然后帮我按赞就可以送你了。好，来，我今天有多个旁边多个小伙伴，那他不太愿意透露姓名，所以我们就走着走。等那个陈大男来，就知道了。来玩玩英特尔吧。第十三代 Intel Core i9 不锁屏桌上处理器，巅峰效能。听着听着，怎么有那个啊？对啦，那边在玩那个 Just Dance， 我想说奇怪，怎么都没有 Just Dance。里面有人在玩这个了，想说这个音乐好熟悉。Wire Force BYOC Just Dance 热舞大赛，哇，果然还是有点限制，果然是 BYOC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在跑了，有在跑了，我们看看。试跑而已嘛，吼。滑轮大赛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！太快了！哇，为了冲劲跟速度，
你也太酷了吧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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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选手区，然后真的是拿电竞椅在路上走哎。哇，这不知道谁家的宝贝。第二圈。哦，这台压力。诶，这个女生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一天一香肠。哦，这根好高哦！我承认我输了。这好像零二摇哎。让我 Q 一下你。等下欢迎来到我们喷泉摊位拍照、打卡做奖。好。啊，师傅拉顿今天排队人很多，虽然一次八个人。啊，这个是真人，哎、欸，真的是真的人呢、欸，也会动。
他上下好像叫做。亲爱的，我的小伙伴多那么多位。原刚的这些都是排唱歌的，唱歌的，唱歌的，一直到这里。来，围观一下，围观一下。他被吓的了，抱着不去啊，是啊，啊，都说退粉能不来啊？RPK 我不敢啊。看完了，工作完了，看他要不要来。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来。没有了。好，等这个必要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秀起来。不愧是恐怖游戏主播担当啊！对啊，然后马上就好了。那个啦，哦，就是后面那个，我照不到后面，你后面转过去就好了。对啊，导演给他亮相一下，他朝着镜头开枪了，他替我在给我开枪。啊，不错，等级六了耶，等级六了耶，他还没挂掉，厉害，他等级六耶。快分啊！死！他死了啦！你这武器很厉害。Thank you.
这么硬吗？加油！在这边就是几个常常在地下街看到的很厉害的高手，全都在这里。他们准备在这里大展身手啊！好，在跟悠悠在一起的同时，这里旁边也有一位嘟嘟。两位之前的 FB 实况组，时间越来越晚了，但是实况组也全都跑出来，再加上假日了，更多人了。你坐这边，好，所以他们也是绿色。好，这个，我说染布是绿，绿色的，天红，不是红色。哇，高手上去，高手上去。
阿成准备接招喽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们今天大叔说没有录影。哎呦，今天晚上这里开了哦。你恭喜获得我们这场的胜利啦！那么感谢呢三位参赛者，一样的旁边帮我领取参赛的礼物。我们要玩什么才玩的？好，一样是。好，优胜者一样可以获得我们的中堂娃娃，还有我们的特战樱桃毛巾。好，恭喜你！你有没有朋友需要帮你拍照的？好吗？好，那我们请阿星。我们参赛选手拍张照。好的，恭喜你们，恭喜！好，台下朋友们，还有人想拍蛋的？你要回答想啊，因为下一个就是公屏上了。哎，这边有没有想过公园去拍蛋的？这边都发这个粉丝会错的，这边公园粉丝有没有想跟公园一起拍蛋的？啊，有举手，有举手，那我们就先请阿神休息一下，一样有请我们的公园上来，我们再进行呢最后一轮的这个拍蛋活动。好，刚举手的手不要放下来啊。哎，举手的。好，一样的，请我们公园来挑一下。边缘两个先来了。哦，边缘的两个先来。先在这边。哦，我这边。这位吗？对对对，阿念。好，邀请四位参赛者。好，车站。哦，站在旁边。哎，好，再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快速的锅掉蛋可能是一个重点。然后也不可以把蛋弄破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是这样子，然后捏碎就好了，然后蛋可以碎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一样哦。三二一之后呢，要有请大家呢快速把蛋壳剥掉喽。预备，三二一。好，这一场看起来大家都是比较温和一点。哎，蛋破了，蛋破了也不行哦。蛋破了也不行。哦，喂，完成，来看一下，好了，蛋没有破，蛋壳有点多，蛋壳有点多，好啦，各位参赛者可以停手了。这个水煮蛋呢，不要浪费，我自己剥了吃掉，不要浪费食物，知道吗？好，一样呢，我们就恭喜你获得我们这场拍蛋的胜利，恭喜。那么呢，三个要参赛要参赛者可以到我们这边上台领取我们的参赛小礼物。帮我站中间一点哦，希望你们帮我来送一下礼物。那么今天呢，除了呢我们的一一单挑以及我们的拆弹活动以外呢，等一下还有一场活动要来跟大家一起游戏哦，请各位朋友千万不要离开。然后呢，这次呢我们要邀请到艾峰上台。好，刚刚我们拍蛋是拍着拍着，我们在玩 Overcooked， 有点像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还记得我们特战樱桃是一款射击游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接下来这场活动呢，我们邀请所有的好朋友来跟我们的两位挑友一起来进行射击游戏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场边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场子。那么等一下游戏呢，非常的简单哦。一个人会有十发的子弹，那么谁获得的总分数最高，那么谁就获胜。那没有谁先开始，只要你射完，你就是结束，我们是同时开始，还可以吗？会现场的朋友们，能拍影子吗？还是肚子饿了？刚菜单还没有玩，很开心，想要吃蛋的。小小的空间。好，由于我们的道具比较大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会有请就是挑战者跟我们的阿森还有风美师站在墙下去做设计的。
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选，好不好？好，一样呢，我们这个游戏看得出来应该就是一比一嘛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会轮流请阿森跟风。最后的活动就在仓库舞台就结束了。那今天的伙伴是我们的直播大胆，还有他的朋友阿俊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吧，拜拜。